首，我们就叫做《寄明月》。好，然后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会来一一的让就是介绍我们所有的团员。那我们好，那我们先介绍我们第一位团员。我们第一位团员是在我们右边，就是第一位，他是叫做海兰，他是我们的古筝手哦，他是我们乐团里面数一数二高的哦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再是在我左边这一边，他是我们的钢琴手，也是大提琴手兼舞者，他多才多艺的，真的非常厉害。而且你没有发现哦，其实刚这两位团都超级高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亲姐妹。那他叫做灿灿，我们的很厉害的那个钢琴手灿灿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的旁边这一位琵琶手，对，他是我们的琵琶手，他叫做鹏鹏。然后再来最后一位是我们的笛子手，他叫做温蒂，很可爱哦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我是我们武装乐团的二胡手兼舞者，我叫做胡少。那今天呢，武装乐团很开心可以来到明雄为大家表演。那么接下来下一首呢，我们就要为大家带来这首叫做《极乐净土》哦，献给你们。
好自己，乐净土。